对，第一季的价格嘛，就是不是，就是对，哎，460元，
买三层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问一下他，然后问一下看一下上面有没有变动啊，好吧？1935，1935，你问的不是1935，那他1935。啊，1935，你先转那边1935吧。
现在拿到行李了，然后前往出口。
机场的人其实蛮多的。我听到刚才有个女生往这边跑，以为你胖成那个样子。找到朋友了。想好笑啊。对啊，登机的。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打车过去吧。外面去打车，直接前往学校。太麻烦了，等那么久，他们那么多。拉着多重啊？很重的啊，20斤吗？真的？我约吧。我们出口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，那要不当别人在这儿吧？你来那边开出国了。我们先出去吧。这么长的路，怎么办的呀？啥？耳机啊？你要走过去吗？太落后了。耳机啊，这个呀，哦，运动相机。你要穿这个啥呀？运动相机。这个有一种像那种，就是人家吃饭的那种吃饭机一样。不要把我说那么 low 好吗？新郑机场的航站楼其实蛮长的，要走很久才会找到出口。不知道他这个当初怎么去设计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找到出口了，然后准备在外面去打滴滴，直接去学校。哪儿写有网约车？哦，这个牌子。2号航站楼3号连廊。这里好慌啊！那你塞里面吗？这个是干的，我倒是。外面没有下了。我来说下来是干的。说了，我上周跟他讲，这周周三过去。我来约吧。哇，好凉快啊！到底是可以。我们去坐着，我在飞机上醒一会儿睡一会儿。他根本没发米饭，发了那么一丁点的一个小汉堡，美其名曰鸡肉汉堡，根本没有鸡肉。
感觉这凳子好脏啊。我们在等车，然后感觉这天气还会可能下雨，我朋友带了一把伞。我还没买到呢，不回去了。500多呢？100多？500多。他到了吗？看我挡住，我挡住。这是好挤呢。嗯。我不知道我订的这个是不是在那个小区啊？你不要订哪小区了呀？我们从北门走，让不让进？站中机场的旅客您好，当您乘坐出租车时，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，请您到万城中心2楼两端的出租车站台乘坐正规出租车，并索要乘车单票，请不要在出租车站台以外的区域乘坐非正规营运车辆，请不要轻信站台外海客拉客人员，以免上当受骗。当您乘坐的出租车存在溢价，拒载、拖车费、假发票等违规行为时，请及时拨打交通运输服务中心电话328。我们到食堂了，很熟悉的大学食堂。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来这家麻辣香锅吃，价格不高，然后每次都可以吃得很饱。食堂跟我们毕业时候走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改变，特别是这家店，连这些菜的摆放都跟以前是一样的。看到这些现在的一些学生，感觉自己还是学校里面的一个大学生一样。毕业一年了，再回学校，总觉得感觉自己不再是那边的人。可能你看到别人会拿着课本啊，或者成群结队的去上课，然后你会有一种错觉，就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要去上课还没有毕业的一个大学生，而其实并不是。微信是吗？好的，好的。没都在一起吗？没有吧。这个女生跟我不在一起，她还在他们的中牟那边工作。嗯，对。Thank you.
2/4号。它这个牌也不一样。没有啊，你看那个，新加坡。哎，现在吃完饭不用我们自己送那个了。我不知道呀。你看他们。之前是送哪儿我都忘了。之前那边。那是什么台？回收台。哪？是的。之前是在哪儿我都忘了。之前就在这儿啊。没有这个外面这个围子的。是你说的是一楼，是二楼。就是二楼，真的就是在这儿，靠墙的，就靠这面墙。哎哎。Hello， 老板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特别想念，特别想念，真的。我们先端过去了，啊。好吃吗？拿筷子吧，我去拿吧。哎，现在筷子都是这样的吗？给你那边有这个筷子，那个筷子。哦，那我就用这个吧，谢谢。是的，是的。你压紧一点就好。那你少盛一点，我米饭不能吃。这个四斤二两，四斤二两是吧？可以可以，我先。那你就光按四斤的做吧。好。嗯。老板就用我这么。你先吃点，我给你装。鸡粉我再给你装上来。一共。大概是45。125是吗？嗯，125。好的。那个炒的时候我跟你说哈。啊。炒的时候，这个酱先用那个，先放点油，炒的时候把这个酱搅一下，搅过了，然后，热锅把它化开，然后再放菜啊。嗯。菜你都知道。菜没有。菜都是提前用热水过熟。搓一下。对，用热水搓一下，然后直接炒就行了。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嗯。这个不放盐啊，炒的时候不放盐，光放鸡粉就行了。好的，光放那个鸡粉就可以了。鸡粉是吗？对，就是我给你拿那个专用鸡粉。那这个怎么存？要放冰箱冷藏吗？这个啊，放冰箱冷藏也行，放外面也行。好的，嗯，只要是有冰箱的话，直接放冰箱冷藏。好。
好。哎，阿姨，我拿夹子呗。好好。这有。你怎么拿夹子啊？好嘞。先吃吧，别那过来拿，好吧？好了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吃了。好了好了，谢谢。等会儿去拿，他要套的话，套装好。为什么学校一棵桂花树都没有？桂花树应该不贵啊。上学真好呀。哎呀，优势开到这儿。不是啊，从前不是在那个门那边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往那边逛。这么好的天气，在学校逛逛太幸福了。对呀、啊。哇，游泳馆翻新了。你还记得你们办游泳卡吗？这种路能不能走？你这个行李箱看着就贵，跟我的明显不一样。不贵了，300多。你刚刚才六块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亭子还在。哇，新课楼，亚亮要不要去上课啊？会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为什么他们不在体育馆里训练？哪能看这么多人？他们今年招生肯定比之前的还多。还好啊，感觉。你看我们走过来就这么点方队。医学院那边要去吗？我就觉得咋还没去，那边肯定还有人。那好吧。你的箱子为什么这么脏？还不是在那个大巴车里面，然后机场托运。真的，我发现保持干净是一件特别难的事。运。
还好，这边人都没事。你看那边女生都很多啊。这雕像是不是换位置了？不知道吗？以前它是个莲花，我感觉好像面不是朝这边。它肯定是朝外边，不可能朝里边啊。这个喷泉也很少开，没钱。还有这个灯一点都不好看，我跟你讲，刚开始来的时候觉得好看，现在觉得太脏了，里面连水都没有。右拐。左拐。咱们的女的教练是啊。体育馆。体育馆就这边，就外面好像可以进来，直接进来。对啊，大门形同虚设那种。哇，体育馆下面还有。那你不说人少了吧？你看这边都站满了。招这么多人，从哪走呀？你要从下面走吗？我可不从下面走。走吧。哇，大篮球场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年在这里办的那个招聘会？上学真好，我要拍个照。你咋知道？我还不懂你啊。苍天吗？哪有鸟啊？哪呀？那不是吗？我天哪，一眼睛比我还不好使啊！地上。哦。地上。那个不是传说中的喜鹊吗？最常见的，好像是叫喜鹊。哇。我们当年这边都没有人可以训练。这边都是女生。对啊。那边男生，哎，是不是就他们一对男生？随意啊，是不是因为第二天？你让这个车过去之后，你再找。是不是因为第二天衣服还没发齐？我们要下去吗？那你去哪儿啊？里边吗？里面不知道能不能去。里面好像也有人训练，我们去看看几点。3:30。我们几点走啊？我们不是5点就要出发吗？哇，你教练是吧？到我们那年有哦，有。这不是体育学院吗？这里边了吗？这里也能算个学院？
是不是我们学校就是另外新开的吗？对啊。我不知道。你有可能吗？太节约了吧。还有个高尔夫学。你不节约那高尔夫球场那什么太紧了。高尔夫类球场那草皮都不要钱。对面的房子卖完了吗？肯定没有，你打算入手一套吗？哦，不打算。我那天做梦梦到学校这一带了。哎，为什么不能跟手里拿一本书这么说吗？又不告诉你。人家刚从高中出来，还没有养成好吃懒做、游手好闲的习惯，好吗？这种习惯不用养成的，学就会。我记得这边不就有一个门吗？那个门呢？喏。什么？这个。我记得之前没这么靠这边的吗？有很多个这种门。没有开门。门开。不让进去。我们要去那边吗？那种格子的，那你不能穿的。果然现在是不是一年比一年个性的东西？好看多了。就跟那个西雅斯他们的一样，穿了完了。但是没有西雅斯的好看。人家那叫什么新型，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比较。裤子不好看。这裤子是我上高中时候流行的。年轻吗？前面停车场。你有车吗？你要给我一个惊喜，说摩帅康其实今天我是开车过来的。我打算买车。真的假呀？那你要买什么车啊？特斯拉吗？你买特斯拉，我可以赞助你100块钱。哇，这花开的真艳。我觉得现在买车还是要买那个烧油的车，电车不行。那看你买什么样的电车了。电车开不了多远的呀，不是？而且充电也不方便。不会啊，特斯拉很方便啊。方便呢？就怎么讲？郑州这边那个摇号了吗？郑州这边摇号了吗？没有吗？那郑州买汽油车当然可以，但是像大城市，比如杭州，上绿牌直接上。你要是开个电车想去远地方，你都去不了啊。中途有充电站呢。那你充电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呀。一个小时啊，喝杯咖啡。真的充不满，就是跑一段，然后，对呀、啊，都是这样。我觉得还是家里。你要想不想看一下这条河？种了好多荷花呀，我的天！
我觉得新郑最好的地方就是这条河了，没有比这条河更好的地方。快看多少荷花！啊，这个是我们经常走的那条路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夏天一到，这些荷花蹭蹭蹭全开了，太幸福了。这个车卖了也肯定卖了，是不是主人出事儿的呀？我们要再往哪儿走？去哪儿啊？学校还有哪能逛？去哪儿？做那个什么蹲下去？减肥的呀。
我听马小水把脖子把后头壳冲下去了，你就动一下，但是动一下这是我的家乡，它在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大山区里面。我现在是坐在我爷爷的三轮车上面，然后爷爷载我去那边坐到信阳市区的车，然后我会在信阳市区里面歇一晚，第二天坐信阳机场到杭州萧山机场的航班回到杭州。中秋节在家里就休息了两天，因为我向公司请了两天假，然后加上原来的三天，一共有五天的假期可以回来小住一会儿。家乡很美，真的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。我对家乡最深的记忆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喜欢骑山地自行车，然后骑着山地自行车在我家乡各个地方，因为水泥路很普遍，所以我就会沿着水泥路一直骑，没有终点的那种。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骑到了一个山顶上，对的，就是那条水泥路，它修到了那个山顶上，就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当然我不是骑上去的，我其实是赶着车赶上去的。每一次从家里出发回学校，或者上学的时候回学校，然后工作的时候回杭州，从家里出发的话都是我爷爷骑着三轮车送我。脑袋骑，我很爱我爷爷还有我奶奶。自从上大学之后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，我想这个现象应该是中国九零后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，就是融不进去的城市，然后回不去的家乡。我爷爷开三轮车开得特别小心，因为有一次我上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假期在家，然后他开着三轮车载着我跟我奶奶一起去赶集，就是去镇上买东西。然后有一次在一个下坡拐弯的时候，然后一下子拐急了车，那个车子一下子就翻了过来，
然后当时幸好我坐在后面，然后因为我体重比较大，所以就我立马就移了一下重心，一脚跨过去把它给踩回来了。然后那一次好险，然后奶奶一直在骂我爷爷，因为之前有一次他俩就是骑着车就摔在路上。从那以后，好，应该是从那以后，我爷爷开车就会很小心。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就是 OSMO Action 的成像画质其实还是不是很理想，就因为我经常用移动设备去拍摄素材嘛，然后用 iPhone 去拍的话，画质会比这种运动相机好很多。经过了这一片，其实是一个石材加工厂。就以前这边的大山，实际上是一座石头山，就是山上全是石头。然后后来旁边这个县政府就把这座山拿出去开发了，现在这边都是一些石材厂，就是他们会挖山上的一些石头，经过处理加工，做成大理石，然后拿出去卖。所以这边环境会变得很差，灰尘很多。一开始的时候环境特别差，现在改善了很多。然后刚刚也有那种洒水车从旁边过，他们走一趟就会觉得哇，整个世界都变清新了。旁边田里的水稻都已经收割了。虽然信阳是在河南，但是其实它是河南最南方的一个地区，所以信阳的生活习惯应该是跟湖北那边更接近，就是以水稻吃米饭为主，然后口音的话也可能会更接近湖北地区。然后如果说你在我在外面不告诉别人我是河南人，可能他们会是听不出来我有那种河南口音。谁管好嘞？
超老。哎，算了，我完了。Thank you.
好吃啊。武汉到庐山。
妈，太软了，太软喽。行啊，行啊，那行多少钱？这起码是八个月的，
Thank you.
The next stop is 更新公寓. Please get ready beforehand.